高个要想奥菜林很高，绝对能够奥上去二。罗南野里撒种，罗南菜林也撒青海省通过挖光伏板坡，只当将生态环境一多一爽，对群众能那种挖多。福贡县从板插湖里挖胶油，医疗都能改得四十板材的群众。 家里群众的脏、臭鸟、鸟鸟抓、口罩抹，丘北县一直镇水潭上的万井引，没国家体制内的累劳累楼、着老再楼、叫喘喘，家里多功能一次都给不落。记者那说，青海通过安装光伏发电，不但加地球的生态环境上断，哪家对群众个污染抓、口罩抓实，做到给不 鸟青海海南展出自州塔拉滩，一趴趴肉肉肉一我一排排太阳能板。诺诺鸟对山抓肉收还容易很，诺诺对山坡得吃，鸟火个肉收，叫起来买一路装备和挖光伏吃。熊二零零狗一，伊华是北京六千六百万来扎的光伏引起鸟塔拉滩挖到，拿来拿来的太阳能光伏板，买得地上坡来，活干就毛，岛上生态作物。 光伏板要到顶尖运作，要从做光伏板、安装光伏、我干、教练照的那些路道上，有此就到能够向来玩以前，只能把你把经包车在路边抢着个，你要热着脚，投资买光伏，有此按照的路子道刷卡刷这样子呢，车了就到成。我到光伏电站，只当家地球个生态一对一容，再嘞光伏发电到来站。 一拨分包沼气粉、归堆这个村集体时，什么投资发展特色产业，还有的群众么活个挖沙，法展到了得咋个创立不了桥粉，什么看的群众的工资。多功能利用林就叫么活上引江队喊你挖到了老食品加工厂格上班，工资是和上光伏板不落收入落看。以前是靠种种庄稼，收入主要收入是，现在好了，光伏扶贫的这个。糖蔗主要靠抢着包谷，管能送来。 关乎本土项目转型，国娘在那挖苦了，一路去外一拆一不了来工作，华南国奥农业对外大收购打了，容很大。我们这个是农产品加工，一方面可以解决我们这个就业。南下一路去加工农产品，挖到路产南可以加倍的青壮到湖里挖，抓来年收白花茶交来毛，日化照待呢，通过对起那特色农产品让在那加工上没得毛。 我南北的多功能渠道嘞，扎钱多大？路南就走一段，以上弯。从湘南湘西，邓家塔拉滩光伏板坡电站就一华发到一阳北岔湾头点，开到嘉昌到湾来站。一包香蕉北罗布罗村，平塘一罗村发到芷江乡湾来站。清州一包香蕉北罗布罗村，罗罗墩毛村集体经济。湖南青海省光伏发电，也想可以上要开到一阳益岔湾来站。 办不了卡到几亿相差万来张，交到相万相差一，能够一万百差都不了能扣么多，都给不了，让亲生的不老能应战招手。文班中咱求了对群众到个人来办出承诺，富江线从瓦湖路、公道、库茂堆前南开头，加咱求了对群众踊跃抓枪，扣到么多。 有复工现城江西拖队桥镇候球鸟安置点和板桥车间，隔离彩熬娜子正忙着收板球。为了让欧娜子控制短筒子头，拿住走狂背，投掷到站球鸟，乱停车到葫芦娃。要摘老就要控制头，强制包裹，怎么投掷跟他劲？为了增加措施，隔离彩熬娜子很快就学到了收板球的容器术。 从唐左勒手到奥贝罗，到出了华南的能够路走手，成了板桥车经，走板桥，走到全岛嘞。一,多多一华人话说，宁波勒中河流还没补堤，一段段人一路是要被包走，华能莫保走。在向南赵铁刚，富冈县一华马主拆老伯家桥老桥，奥湾奥拆几百头段人，只拍对桥，再往勒上苦脑苦脑勒对桥鸟。 为家咱就鸟对群众战得罗到得力，鸟鸟抓强，看得满多。富工县搞起了安置考秋，为了加工板球受潮的那一块能够入板条车间。罗来还培训大次，学开挖机、装载机，子弹、自己开学费，哈自愿开早来帮你们插秋播，他供你们闹毛，培训他帮你们插秋挖葫芦。 湘南复工县划算卡职差冷上多年学技术、学本事，要求有钱人。复工县马业务教育，他几你技术教育你我停办，老成伢长办瓦铺子融合班，集中安置了百柏林招人复工道等挂复工道的人员。在你们眼里，木山也学了技术，帮助更多了他复工道的女儿。 多种学文化知识、学种技术的平台。教鸟给鸟放在跟头，老师和这对小金蛋离开不了那些。你他你把对象鸟摆在种，换了藏绿和蓝鸟，你把都养在那跟头。这鸟头呢，对的品种鸟鸟抓也冇很大的作用。鸟可冇潜能，福贡标准的卫生室，我从迷茫跟前都 拿帽子头衔都杀到，落 <noise> <Aristotle> 来富冈县还重点抽治吃科一体化基层治理体系，加入公益性服务保障等内容呢，加安置好求尿尿抓紧内容办到上。通过莫等到战争就一时说班车，加被富冈县的群众给不能不老能容话多，都莫容进尿，落来被人轻烧蛋，被富冈县再按着人口莫多都给不了 四部项目。新州丘北县依泽镇水塘槽的王金英，来到文山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任职了，专门做足球创作，就着对球界对群众作出更多诺。邓州呢有门干得好，那州蝴蝶呢就来也一款门干得好。前不久，正巧这里工人呢有一大波人，年辈和王金英都能至少。 邓哥们着老子，他那正要合作时，管红果山的最要紧家人，得工人专门把红果山团长犁过，主要到过王晶英对大河路七桥创作高上，你好好动作猛的，黄那路七桥创作高，一会儿就到赵板都没红果山，一般都没北机，流转了一千多亩土地，呃，主要用着，招来一场都没拉得，主要叫六桥村庄。 龙岗上挖一楼专门撬床作的房，挖一楼是饭靠车，他挖一楼养肉靠车，上挖成一楼口音教学，他是场地抓的呢，都没得好去。两丽萍要求百姓凭着像凭着穿的简单，离开不能人家。小南路，你二男子乘来火车教创作个来共振，你户口挖上去到的这，让你不一以前那些来主要要子少些。故意要评价嘞？ 羊坡山路悄悄穿转呢、啊，背后那子对断掉呢挖火路，路难就套狗腿，这路难就乱走。不我一弄么，就叫烂渣；，就我一弄么，一般道。他万进一进，知道断头的个家穿转，奶奶家的群众以前一年就走，就要强制报钢，不知道多周子，乡阿差零高。完经万进一进，没人要问上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联络谁了，门么这一路。 这里群众我的哪点个招收路，我称林场办叫村庄，这里群众难道去到咋？伟大同桌，过了他国寨都包村庄，过了包一年制，后来就接到大桥村庄啦。熊二七零九一，王晶莹介绍到文山州兴林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，懂得发展叫村庄。熊二七零九二。 王建英展示到车，车百姓各类交叉养油炸草多功能壮的合作社，通过招群众、招拉带，没拉带入股的能到战方式，让对这个叫到直本都没村庄，要和共同发展加村庄的能叫到只产到没。合作社通过公司照基地、招合作社、招那些的合作模式，让对是因签苗交叉养、毛草养合同，家对那些个参加合作社去到站，就像那条。 公司他合作社的发展投身，拿出了王金粮是从办库，拿到着第几个单位政府是处办抽。熊南北平寨乡人民政府，我到上州白沙争取政策办抽，争取上下办抽压次，争取到北百一九万来张；北兰州北新水务局，争取到一百北九万来光伏抽水灌溉工程。那灌溉工程的话呢？华南都懂得挖来，从华南的情况来说。 列车从红谷山的莫拉德港大、交叉线管理的那条轨道上，最后呢，较多。平泽线平泽村委会引金到二百几强到一零站，平藤一七零站最前都看到一车来站。华南望京营的合作社是因么一百零八一线，如果列车么搬到望京，交到引金道一百到一零站交叉线小站处，合作社通过加通那些过的平藤线如果招拉德。

针对远山县城乡综合执法局鸟远山河段把瓦起抓狼整治行动，鸟环城路红路灯好给三步一路货车正确瓦嘴上来的抓狼，工作人员到家就叫有拦车抓狼人,人还找云南省《刺库蓝铜管理条例》落了头断人的被查乱炸，落了好困夜莫上错了的抓狼依法收复时。 所说要关改正，管你没抓人还得买单。老雷早云南省园林建设管理条例，老了被查来着。为了你不你挖越给来了，你还是配合老雷早对焦来了。早头们报道，正办两个卫生专项行动图，延伸性一块起了都叫增多，种不咖的给，起了背墙都给拆，他能够做绿化带，被路承包挖石。 起来，其一把一脚一摞横七竖条的考卷；他想把一脚背摞雪找做烂的考卷；落来，一擦一把纸条一张米广告；画了一擦一百份宣传资料。清理能够背完一擦六百给生活做烂；清理不要就写玩背擦，二百给颈椎做烂；清理搞不完找擦，肩找错。营山县护栏的长沙被砸到中高段。牛头干。

普查对象要较多，要普查些单位，要通过多种方式来普查。为人口普查对被摸投之影响的问题呢，对了，动作猛弄用了。 他国的农忙被一次老狗一路落，共陪。大家好，欢迎大家一起来学苗语。今天我们来学一句常用的生活用语，道黄。道黄苗语是这样说的，共陪。请跟我一起说，稻黄，共陪。 贡培稻黄，这个季节稻黄多，撸钱南贡培稻。今天的跟我学苗语就学到这儿，再见，沈志罗。从来宝谷的人做梦，弄来的梦菜就还从豆呢，沈志罗。